陈海琳呢日就出席品牌活动，啱啱生完仔仔冇几耐嘅 Grace 呢日睇起上嚟尚为明显升级，但系身形点解仲系咁瘦噶？而家仲系新手妈妈嘅 Grace 同老公郑嘉颖成日都会一齐照顾仔仔，不过 Grace 就大爆仔仔成日都会请爸爸饮茶。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多时候会一起帮手去换他的尿布，对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就在他的前面，但是我老公就在他旁边。那正常来说应该是对我就是做这个事情嘛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呢，他就送了这个礼物给我老公。那我觉得很搞笑，因为他已经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精，但是也是他中了。嘉颖呢位慈父一直都好锡仔仔 ，Grace 又惊唔惊自己好快就会地位不保呢？我又唔会咁谂啊，即系我觉得难得个老公又咁锡 B B， 又可以帮我一齐去凑 B B，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开心嘅感觉嚟嘅。哇，我老公锡到佢不得了，搞到我有时都唔好意思，觉得做妈咪嘅。但系因为佢真系你见到佢望住个仔嗰个样系好甜好 sweet 嘅，咁所以我见到我都觉得哇，真系嫁得好。不过早前嘉颖就话已经计划好要生第二胎啦。就是没有生第一个的时候呢，我都觉得应该一个就够了。但是生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就是有小朋友这个感觉很开心，也希望他以后有一个有一个朋友可以陪他，有一个小的就是男或者是女也可以的。那我都希望将来有这个机会的。